皮林瓦，皮林瓦，他是我最喜欢的恐惧演员。在他出现之前，我都很少会去看恐惧的。一年前还是舞台上的《罗摩王子》，一年后就死在了荒郊野外，还是吸毒过量而死。 生命真的就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实在是太无常了。赶紧说正事儿。怪不得有几次夜里回家觉得瘆得慌，总感觉有人跟踪我。原来是真的。这个我可以为精灵作证，他有一次还把我误认成跟踪他的人呢。仅仅是跟踪吗？ 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没有啊，不然的话我不可能意识不到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景天回国不久就开始了。问题是，他干嘛要跟踪我呀？是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呀。还是他爱上你了？或者说他是不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呢？你这么说就有点离谱了。那怎么了？其实真的有这个可能。 皮林瓦他毕竟是搞艺术的出身，心思特别细腻，这样的人感情丰富也很正常。跟踪精灵，跟踪兰雅，他们两个都是女的，这还可以解释。但跟踪玛丽奥，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他和玛丽奥又起了冲突，还不是一般的冲突。 皮林瓦他在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马里奥的袖口，难道是马里奥杀了皮林瓦？怎么可能？他为什么呀？马里奥为什么要和皮林瓦起冲突啊？就算起冲突就会杀人吗？堂堂一个法医杀一个流浪汉。哦，对不起，我没有轻视流浪汉的意思。 但是这确实说不通啊。可能是马里奥爱上你了呗，然后发现皮林瓦跟踪你，他担心皮林瓦会威胁你，就和皮林瓦起冲突了呗。起冲突之后，发现皮林瓦这个人很危险，就把他给杀了。你这脑回路怎么进警局的？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分析案子不一定在行，但看这方面就没有错过。 我敢打赌，马里奥肯定爱上了你。我见过马里奥，看你的眼神，100%。喂，这有什么奇怪的？早就看出来了。再说了，喜欢精灵不是很正常吗？你不喜欢？喜欢。谢谢。老实说啊，其实我也觉得他们俩之间。 真的不是一般的冲突。你没看监控视频里，皮林瓦对马里奥都动刀子了吗？皮林瓦对马里奥动刀子，不代表马里奥就会对皮林瓦动刀子，就会杀人啊。他完全可以报警控制住皮林瓦呀。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马里奥他为什么不报警呢？没来得及，偶发事件，甚至是误会。 不值当报警。哦，对了，我忘了说一个信息。我去了一趟市南区，那的几个流浪汉说，前几天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年轻人找过他们，他的手里。 拿着皮林瓦的画像，是画像不是照片。你早干嘛去了？你现在才说，啊？给我转过去，转过去，转呀！是。你接着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今晚没有我的同意，不许转过来。干脆请马里奥过来。这样不好吧？ 大家都是一个系统的，现在咱们还求着他呢，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尴尬？
要不，还是我和德库去找他吧。我管他干不敢干，反正我不尴尬。把他请过来吧。是。卡，兰雅家附近有没有装监控？调出来查一下。那一带没有监控，如果有的话，早就查了。那他单位呢？ 他单位的监控有发现马里奥吗？没有，有的话早跟你汇报了。哎，我同意了吗？你就转过来。那把马里奥的指纹和现场找到的那个注射器比对一下，还有，去联系一下缉毒队的兄弟们。要购买这么大量的毒品，肯定能够找到上下家是谁。是。说。 我明天拿马里奥的照片找流浪汉确认一下。哼，一晚上了，总算说了一句有用的。金莲，今天你俩先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吧。你先什么都不要想。 厅长，兰雅回不来了。什么意思？从兰雅办公室提取的物证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三号尸体就是兰雅。 警长，人带过来了，给我带到询问室。啊，这合适吗？知道了。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让你坐那儿，我坐这。要不咱俩换一下？不行啊，我兄弟看着呢。昨天晚上你跑到哪去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啊？对不起啊，今天听经理说你们要重新检查三号尸体，我昨晚在家吃了安眠药睡着了。吃安眠药了？怎么了？休息不好？我一直都休息不好。我还以为你得罪谁了，心理压力大。别闹了，是颈椎问题。再说了，要得罪还是别人得罪我吧。那你说说有什么人得罪过你啊？那些小事就别提了。我们有话直说吧，你们不是还在等着我的实验报告吗？袖扣和我衬衫上面的袖扣长得很像。你丢过这样一颗袖扣吗？嗯，丢了几天了，本来想再去配一颗的，可是没有时间。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确定就是我的那一颗吗？那件衬衫还在吗？在家，随时可以去拿。这个袖扣是在一个死人的手里找到的。死人？谁啊？给他看一下。你的胸怀比我以为的还要宽阔啊，都拿刀逼你了，你还觉得无所谓？一个流浪汉而已，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报了警又怎么样？把他关起来几天，再把他放了，这不是浪费警力吗？等一下，你是说他死了？死了。我明白了，你们怀疑是我杀的。是。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进来，挺奇妙的一个地方，可以让平时正常的人突然变了一个人。有我杀他的证据吗？如果有证据的话就不用审你了呀。多麻烦。所以你们就凭死人手里的一个袖扣，一个正好跟我衬衫袖扣长得一样的袖扣。当然不只是一个袖扣，我们调查过了，你呢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无所谓，不跟他一般见识。你可是昨天白天专门拿了画像去找过人家的。一个人跟我起了争执，
而且是动了刀的那种证据。我总该了解一下他是谁，为什么这样对我吧？那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他是谁？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不清楚。本来想今天去找他问个明白，但是时间排不开，就没去。你看，你和他起了冲突，还是动刀子的冲突，然后那个人就死了。死的时候呢，手里还拿着一颗袖扣，和你衬衫上的一样的袖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你说的都没有错，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杀他，因为我没有理由杀他。金亮，我就知道你这个时间该饿了。什么？谢谢啊。谢谢。哦，又有什么忘了说？其实也没有忘记说什么，我就是刚想起来，伦威跟我说，皮林瓦的身上并没有常惠天鹅的纹身，右脚上的小脚趾也是有的。我要是不问的话，就不准备告诉我了呗？不是，警长，我也是刚接到伦威的电话，我心里就光想着你饿了，该给你订汉堡了，嗯，是吧？那也不能说明皮林瓦他就没有杀兰雅吧？皮林瓦为什么要杀兰雅？从那些流浪汉的介绍来看，皮林瓦肯定是非常非常深爱着兰雅的。他在那些硬纸壳上写的台词和诗歌，还有皮林瓦贴身收藏的兰雅之前给他写的那些纸条，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兰雅不喜欢他呀。不喜欢他？不喜欢他，为什么还天天给他送晚饭啊？还写那些那么暧昧的字条？同情呗，同情又不是爱。他有可能以前爱过，但他爱的是罗摩王子，不是流浪汉。这就对了。这句话你倒是学会了啊。如果是情杀的话，有可能是这样的：皮林瓦还当自己是罗摩王子，但是兰雅却已经不爱他了。皮林瓦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点，他还想着控制兰雅，然后就开始跟踪兰雅，还总是去骚扰兰雅。兰雅不从，他就由爱生恨。吸毒的人一般都容易情绪失控，在冲动之下，皮林瓦就残忍地杀害了兰雅，这样的推断似乎也是成立的，是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他就虐待兰雅嘛，还放火烧死了他。警长，如果毒瘾上来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OK， 假如是皮林瓦杀了兰雅，那他为什么又要自杀呢？可能是杀了兰雅之后反应过来了，就畏罪自杀了。那他为什么要跟踪精灵呢？也想追求精灵呗。不，这个实在是有点不沾边。
当然也可以假设皮林瓦他是自杀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兰雅不喜欢他，拒绝了他，他伤心欲绝而自杀。但这样同样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跟踪精灵，也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跟踪马里奥，为什么和马里奥起了冲突。现场他的身边也确实没有留下注射毒品的注射器，并且他一个流浪汉哪有那么多钱一下子购买这么多的毒品呢？是啊，而且皮林瓦他已经戒毒有一阵子了，怎么突然又复吸了呢？怎么了？你是怎么知道的皮林瓦戒毒有一段时间了？我听那几个流浪汉说的，他们告诉我说皮林瓦一直在坚持戒毒，那些写着第几天第几天的即时贴就是兰雅写的鼓励他的话让他坚持下去。你再想想还有哪些你忘了说。没了。如果皮林瓦和兰雅感情到了这种程度，我是不太相信皮林瓦会去杀了兰雅，更不相信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啊，是啊，就算是皮林瓦杀了兰雅，他为什么要杀宗拉维蒙和素潘呢？从作案时间看，一年多前，皮林瓦可还是恐惧大明星呢。而要从第一具焦尸开始计算的话，15年前，皮林瓦还只是个7、8岁的孩子。如果说皮林瓦他其实只杀了兰雅一个人，却同样用了这种虐待加焚烧的方式，那也实在是太巧了。喂，你好。好的，我知道了。警长，那个针管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没有马里奥的指纹和生物信息，只有皮林瓦的。从证据上来看，应该是皮林瓦注射毒品所用的针管。哦，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检测出来发现针管上有相当量的蚂蚁信息素。蚂蚁信息素？是的。看来今天的课是又上不了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警长，那马里奥是不是可以放了？焦尸案那儿还在等着他的实验结果呢。而且咱们就这样把他关起来，他们长官肯定给咱们长官打电话，大家面子上都不太好看啊。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哎，怎么了？你看，这有个蚂蚁窝。我谢谢你啊，我也知道这蚂蚁窝，不然这转了老半天，你就看到一个蚂蚁窝啊。有蚂蚁信息素，自然有蚂蚁；有蚂蚁，自然有蚂蚁窝。这个我也懂啊。对，那这个蚂蚁洞和别的蚂蚁洞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对，有什么区别啊？我问你啊。你懂你还问我？哎，对不起。这是一个弓背蚁的蚂蚁窝。通常一个蚂蚁窝里大概会有8000只左右的蚂蚁，但这个蚂蚁窝目测数量应该还不到一半。等等，你连蚂蚁都能数得过来？你先听他说。那些蚂蚁，那么大数量的蚂蚁都跑哪儿去了呢？你们跟我来。你们看这里，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一片全部都是蚂蚁的尸体。这些蚂蚁的数量加起来，总和应该怎么也有小几千只了。弓背蚁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蚂蚁，那是什么原因能够一次性消灭这么多的弓背蚁？那换句话来说，这些弓背蚁是怎么死的？是啊，怎么死的？累死的。累死的。没错，就是累死的。你们看这些蚂蚁的尸体分布上有什么规律？蹲着看反倒看不清楚，站起来，从那儿到那儿。哦，这些死亡的蚂蚁是不是都是冲着同一个方向，分布成了一个圆形？而这个圆形的核心呢，就是那儿，尸体发现的地方。对，正是皮林瓦尸体被发现的地方，距离这里差不多有15米左右。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圆圈再往下走，你们看，针管被发现的位置就是在以尸体发现点为圆心，半径15米左右的圆圈上。所以呢？所以我先问你个问题，针管被发现的时候埋得有多深啊？2厘米左右。那就对啊。怎么又对了？啊？怎么就对了？我怀疑皮林瓦不是他杀，而是自杀的。自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圈叫做蚂蚁怪圈。在侦破吉拉语的案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蚂蚁是靠同伴的信息素来行进的，所以蚂蚁每次出门都是成群结队，共同进退，原路来去的。可一旦这些信息素出现头尾相连的情况，那蚂蚁就会自己走成一个圈，这个圈就叫做蚂蚁怪圈。在自然界这种现象很少见，但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你说人为干预？对，比如用死蚂蚁或者人为改变蚂蚁路线等办法。你是说有人想办法让现场发现的那些蚂蚁走成了蚂蚁怪圈？没错。那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才是关键所在。要知道，蚂蚁一旦走成蚂蚁怪圈，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除非累死，不然不会停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那些蚂蚁是累死的。对。再回到卡的问题上，有人设法让这么多蚂蚁在以尸体发现的中心点为圆心，半径15米外以这样的圆圈沿着同一方向不停地走，不停地走，直到累死，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卡是在问你啊。考虑到在现场发现的那根注射针管正好就在这个怪圈上，并且土埋的又很浅，
而且从这根针管上又找到了现场蚂蚁的信息素，所以我高度怀疑这个人搞这样一个蚂蚁怪圈就是为了埋这根针管。想想看啊，虽然一只弓背蚁的重量很轻，但数千只弓背蚁不停的不懈地转着圈，而且每一只弓背蚁都会踩到这根针管，那这样不停地踩，不懈地踩，直到累死。那我觉得将这根针管踩到土里应该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这么神奇？没错，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可是你说的这些跟皮林瓦他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什么关系呢？好问题。我明白了，如果皮林瓦是他杀，是被凶手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而死的话，那凶手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针管带走销毁？如果凶手是想把它埋在现场，那么他又是为什么非要大半夜的去捅蚂蚁窝呢？还费劲的鼓捣了一个蚂蚁怪圈，然后再把针管刻意的埋在十多米开外，并且只埋两厘米左右呢？但如果皮林瓦是自杀的话，这一切就好解释了。他在给自己注射毒品前，先利用现场的蚂蚁窝事先制造了一个蚂蚁怪圈，然后给自己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他在死前三分钟的时间里把注射器弄上蚂蚁的信息素，再丢到蚂蚁怪圈的圆圈上，然后那些不知疲倦的蚂蚁们自然会把针管踩到土里去了。就这么容易就能制造一个蚂蚁怪圈吗？差不多，提前抓一些蚂蚁捏死，然后将信息素留在一个闭合的圆形的轨迹上，然后去骚扰蚂蚁窝，大量工蚁涌出后就会寻找信息素，只要有几只蚂蚁走成了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蚂蚁沿着同一方向走成圆的。那为什么以十五米左右为半径呢？应该是皮林瓦用尽全力将注射针管扔出去的距离。可以试试扔一个空针管能够扔多远。没错，应该可以试试。那么问题来了，皮林瓦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去制造这么一个蚂蚁怪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制造他杀假象，让别人觉得他是被谋杀的。那么制造他杀假象又是为了什么？很简单，为了让我们看他手里的那颗袖扣。马里奥的那颗袖扣？应该是。那又是为什么？总之现在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皮林瓦是自杀的，对吧？可以确定了。那马里奥是不是可以放了？长官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看，直接打给你了吧？这个电话。Hello。 哎，皮林瓦怎么就会想到用蚂蚁怪圈来制造他杀现场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警长，手续已经办完了。要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咱俩是同行，这也是常见的事，我可以理解。但是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我可是习惯不来。以后再遇到皮林瓦那种人，你还是要及时报警的，不然自己多麻烦啊！你要相信我们刑警。皮林瓦是我杀的吗？目前看应该不是。那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像以前这样搭肩勾背、互相斗嘴的时候呢？当然，没问题。那就好。
我先走了。嗯。哎，我送送你啊。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疼不疼啊？疼不疼？疼不疼？疼吗？你说呢？砸你试一试。会不会肿啊？不好意思，你先坐一下。严重吗？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一下？是是，你这笨手笨脚的性格，什么时候可以改？笨手笨脚怎么了？这说明我还小，还在青春期。哎，这两天我请你吃饭吧。算了，你只有请女生吃饭的时候是认真的。哎呀，真的，我是认真的，现在去吃嘛，好不好？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以后你能不能离金玲远一点？毕竟她是我兄弟的女朋友。啊？感情这回事儿，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你不懂。好好的，怎么突然认真了呢？啊？你怀疑马里奥啊？别胡说，要是怀疑他，我就不会放了他了。你看啊，马里奥首先是个男的，这没错吧？其次呢，他是德国留学的法医昆虫学博士，所以他肯定是非常懂昆虫的，对不对？哼，你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还有一点，难道你不觉得吗？马里奥其实一直都挺神秘的，总是独来独往不说，到现在他家在哪我们都不知道，他好像从来就没有邀请过咱们去他家玩，而且他老家在哪儿，他父母家人是谁，我们好像都不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女朋友，我甚至一直怀疑他不喜欢女的。你不是说他喜欢精灵吗？打脸了吧？说的倒也是啊，你来找我就为这事儿。哦，不是，我是想告诉你，我刚才去市南区找流浪汉确认过了。之前拿着皮林瓦画像去问他们的，就是马里奥没错。景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皮林瓦是自杀的，他的死跟马里奥没有关系。马里奥跟皮林瓦无关，不代表他跟兰雅无关。根据目前我们查到的所有的线索，我们所知的兰雅的关系人，也就是马里奥和皮林瓦他们两个。嗯，说得好。但是，马里奥的右脚上有小脚趾，我刚刚亲眼所见。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好吧，好吧，就当我没说过吧。怎么？丽营第三零的比对已经完成了。哦，利用引类来计算实验间隔是我们实验室重要的实验项目，你要盯紧一点。还有，蓝雅的死亡时间的报告已经做好了，等你签完字就可以发给瓦拉里洛了。我马上签。